tapi dulu ya.
小不要走进，在外面拍就行。可以过去吗？在这里看就行，因为他们都在拍戏。哦。那出口在哪里啊？回去停车场外面吧。那是死胡同的吗？啊？那也是走不过去的吗？对对对，要么你就。再重来一个吧。